就比较好拍。旁门左道，到旁门第三行的第二个哪里？第三行那个横的来算第三行的第二个旁门左，可是没有左。旁门右道。旁门外道吗？旁门内道。旁门外道。旁门后道。邪门歪道吧。邪门歪道。邪门歪道。这哥哥看起来一点都不邪啊。这什么烂？什么烂？喜乐那。喜乐那。还有那。喜呀，喜乐那。第二排最后一个，喜乐娜。第二排最后一个，喜乐牌。乐卡卡，八极度哦。乐可可，其实没有八哎。乐可可，你都一直在乱，最好是有乐可可，找一个可能卖乐可犬哦。乐可可啊，好想喝哦。但是只想喝，颜色就很想喝。我今天原本想要去买一罐回来泡的。我有啊，可是真的啊，那个罗威纳，然后有吗？没有，好吧。罗威帝，全息犬，罗威牌，全息，全息犬，不是吧？全息犬不是长这样子的、啊？长耳狗，你不要因为它的特征这样帮它取名，知道吗？人类还是这样帮他取名字的，也是啦。苍小飞象，罗勒帝，罗勒犬，罗勒犀，大麦，罗勒四，罗勒斯，奇勒，奇勒斯，奇勒，因为第一个字应该是可，可，第二个没错，第一个字应该可，然后第二个字应该是刷，对不对？刷，对，然后第三个字刷牌哦。可刷卡，你真的无耻！可刷卡是什么狗啦？死地滚！死地滚啊！哪里？湿地滚！什么东西？是第一排最后一个。是第二排第二。然后第一排第一个，不是这样子啦。塞得滚，还是塞得滚？会不会可卡犬？可卡犬？我不知道，我记得。可卡。啊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刚才说可，我第一个字记得是可，所以那时候想说是不是可刷卡？我有记得可刷卡的人。可刷卡是什么？可刷卡，他全名就是。如果帮他取名字，人家名就叫可卡犬。我正在回答你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你还说。可是明明说可刷卡。可刷卡什么？你早点说，我们就不会卡在这边了。是什么？是要烤披萨啦！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个。三项之力不是三项之力，那个啦，那个南山什么？南山中学。对。三下之还不知道。这根本抄袭的啊！南高中啊？不是南山吗？不觉得这很像三项之力吗？你可以去跟那个学校讲。淘鸡啊？神雕侠侣，神雕是超好笑，这是电脑超，这字你好烦哦，什么大同？真的假的？哎，不是哦，还蛮像的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像的啊。这什么啊？法轮功啊？法轮什么功啊？天宫哦，还是法轮？运功，法轮客运，大有巴士。靠！你为什么？你是常搭巴士哦、喔？不是，我常去坐那个转运站啊，我就看那个大有巴士。好，你不简单呢、欸。对啊，你怎么